这就是他们蒸包的炉子，整个包有没有大包啊？有。哦，哦一个，我再买大包。那炉都是这样子，铁桶那个是。就是买杂菜饭。我看他们这边也是有放一个蜡烛，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们要放一个蜡烛，这样油灯在那个摊位吗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如果知道的人。哇，你看他们这边怡宝的大包好大哦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大大个的。你看很大，没有没有这边吃。你还给大还有个大包。是啊。啊，大大包这样大个，我打开来给你看。哦啊！哇，你看那个肉这样多，好多的肉哦。大包里面有这种沙格，好好吃哦！沙格里面该有的就有的，应该是猪肉，没有包沙格。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猪肠粉，这个我要一盘啊！我不要有辣椒那些东西的，甜酱就好了。这是加料啊？这个料来的，这是什么来的？我没拍到你的样子，不用紧，我只拍这些。如果你爱拍，你明天就拍得很好。哦，冇相干，冇相干，冇相干，大概介绍呢度嘅生活。呢个系咩嚟噶？呢个系春卷嚟。哦，春卷啊，俾我一个咯。呢个鱼饼就唔系啦，春卷啊。呢啲系甜酱嚟噶，甜酱油、炸葱。哦，呢啲咧得唔得开？得开。哦，哦，猪皮啊，猪皮。哦，猪皮啊，猪皮辣噶。辣嘅，辣多少咯？呢个系酱料咯。哦。因为黄唔系青辣椒，哦，佢哋朱红粉放青辣椒嘅，甜酱就好啦。甜酱好啦。哦，甜酱，呢个系咩嚟噶？卜卜脆。哦，卜卜脆啊！就这样淋上去。嗯，四扣半。啊，马来西亚钱4.5，里面有炸油葱。还有这个是春卷来的，几嚿？哦，一条咯，一条咯，怎么加埋四块半？你看他们的猪肠粉这边很细，好像我们那边的粿条，这样子，全部都是这样子的。炸油葱、甜酱，本来他们是有给青辣椒，他们都是 go with 青辣椒，可是我跟他讲我不要，就是这样子咯。好了，我开吃咯。这就是他们的垃圾车。你看他们这样跟他们收垃圾了，把他们的垃圾倒进去里面，啊，这样他们的桶在外面，就把他们桶的垃圾倒在那边，跟他们收垃圾，这就是他们的垃圾车。这样的垃圾车，然后他们的垃圾车就是这样子的。前面是放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旗，这里是怡宝的竹草店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摊位。这是咸鱼包啊，咸鱼煲系咪？系咪乜的？咸鱼焖花腩。咸鱼焖花腩，哦，那我们叫了两杯中国茶。还有四样菜，是大葱煎蛋，他们的苦瓜汤，三样菜，还有一样菜还没有来。OK， 还有一道菜是咸蛋鸡、咸蛋鸡，仲有冇嘢？乜就冇嘢啦，嗬，四样嘢冇啦，嗬，咸蛋鸡。这就是他的账单，刚才我们吃的38块，全部加起来，这些我们都要打包回去。啊？你有再打包一个茶？咩？你加啲滚水俾我。哦，唔该。Thank you。OK。放你啊！你有冇放埋落去？放埋落去。放喺边度？啊？攞边纸啊？我呢度都有纸啊。
你这个又包啊？这个包开了，全部打包了。